错了，我没有跟他说他们有这个叫做 beginners mark， 就是第一次报名就中，然后第一次参加就赢，第一次打麻将就赢，这叫 beginners mark。为什么这个真的是很幸运？因为以我们现在的报名的状况，大概三个家庭报名，只有一个家庭能够来到现场。那我们也对另外两个家庭比较抱歉，所以我在这边也跟大家广告一件事哦，就是我们会把很多没有办法来这边现场参加这个活动的民众哦，你们的需求考虑进去。那我们会怎么做呢？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会办好几场动手做的活动。举例，您今天，因为我尤其这件事要跟线上现在正在参加我们活动的民众也是要说明的，就是您今天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但是我们暑假呢就会把整个学期的活动精华由我们自己来办活动，然后欢迎大家来参加，让我们的暑假过一个比较特别有趣。那放暑假的方式比较不一样，那个放暑 FUN 假日科学广场会放暑假。那活动呢一般会在学期中举行嘛，就是放暑假，就是真的放暑假没有活动，不是这个暑假开始，如果我们有机会经费允许的话，我们就会开始办这个放暑假的这个活动，先跟大家预告。好，那我要正式来介绍我们许良荣许老师哦。许老师他现在是任职在台中教育大学，然后我直接这样讲了，我就讲我个人的感受就好了。我们古时候说人要怎样立德立言立功嘛，许老师很厉害哦，三个都有哦。立德是你知道许老师他常常就是利用这种假日哦，他自己的时间，然后他就到那个偏乡去帮偏乡的学生服务，然后也不计代价酬劳，什么都没有，说这是不是真的是很值得敬佩。然后许老师立言，我这边一定要讲这个、知道许老师有写书的小朋友大朋友举手，来来来介绍一下。不好意思，我们那个经费不够，今天让大家每个人都带一套出去，对，但是我们可以介绍这两本书。第二本书是得金鼎奖的书，所以你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内容绝对是相当精彩。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参加我们家人可以广场，也可以买书回去看，好吗？那立德立言立功就更不用说了。我们薛老师你可以看一下，他不但那个书得奖，他是那个科学教育学会的理事，然后又是科学教育学刊的编辑，然后呢得学校的教学优良教师，哎，这个很难哎。你要知道那个一个大学里头几百个老师，你要从几百个老师里头脱颖而出，然后你教学很赞，真的很不容易。然后还有一个学术特殊表现奖，这些都是很至少在我们学界我们是非常敬佩的一件事情。就一个人如果他在自己的学术上面有所成就，他还愿意把他额外的时间精力奉献给比如说偏乡的场，这真的还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就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讲师许良荣许教授。可以吗？可以了。好，谢谢我们朱教授的介绍，介绍到我都不晓得是在介绍我自己。我没那么优秀啦，只是爱玩呐、所谓的爱玩就是爱跟小朋友玩，爱跟学生玩。那爱跟小朋友玩，爱跟学生玩，就会想说，那是要怎么胜超胜哦，要怎么玩才比较好玩？啊，我又学科学的，好，那我就拿科学来玩嘛。才会去弄这些什么科学游戏啦、科学玩具啦，还有一些号称科学魔术。那今天我来跟大家介绍的是有关一些科学游戏，可以请回到我的 PowerPoint 的画面。好，那我今天介绍了，因为我一直强调的是要给老师可以用，还要给家长亲师可以用，所以事实上我第一本书是叫《亲子科学游戏》，而且出版商把我改成了什么？创新科学游戏，让我一直觉得很不好意思。对，好，没关系。这个，anyway， 就是说我一直想要做的，就是说弄一些材料啦，简历的五金行，
文具店啊、厨房都可以拿到了。所以我今天也是来介绍一些我们回去之后也可以自己动手做的。啊，那有一些动手呢，需要我们大家长帮忙哦。啊，大朋友，大朋友来帮忙，我们家长啊、大人来帮忙，有一些一定是需要的。不管是小朋友哦，才小不隆冬的，对不对？比如说手还不是很巧哈，那、大概四五年级就比较 OK 了。好，那我今天的分享主要前面我来大概花半个小时吧，啊，大家来看影片，看看觉得好不好玩，然后我会来说这个可以回家做的。好，我们先半个小时，我大概介绍十个。从我网，其实我网站，我的网站呢，不是每一项都适合亲子做啦，不见得啦，但至少90%啊，90%是可以的。好，那前面我先介绍十项，啊，接下来后面大概一个多小时时间，哦，这个听演讲也是很无聊啦哈、要干嘛？动手做，好像小朋友才不会睡着了，或者说坐不住了。好，所以我现在开始，我先来介绍啊。啊，这个是刚刚提啊、我们那个朱教授提到这个我的网页，那、大家不用记，一方面也可以你打我的名字啦，或打科学游戏四个字，啊、那个奇摩跟 Google 的第一笔都是我的，啊，点进去就可以了。好、啊，这个刚才介绍了哈、本来要广告一下，啊，朱教授已经帮我广告了，那、这个在大陆也已经发行简体字版。好，第一个我来介绍一下，代价可以做了，拉爸爸哦，这个。都知道了，啊、哦，对不对？都玩过了。啊，问题是怎么样拉才会大？这个很多老师、家长都会问说，怎样才会大？来，这是我们在科博馆办活动时候的活动的照片。这样的效果，我不晓得大家觉得是不是还 OK， 还有吸引力，想要拉？应该还有了哈。啊、哦，再下一张。啊，这样呢？哦，可以了哈、哦，对对哈、哦。谢谢大家哦，让我很有成就感。好的，那爸好，那我们要讲了，因为也常老师在问配方怎么样，来，请大家回去怎么做？第一件事情当然是要清洁剂嘛，泡泡啊，泡泡水啊，来回去呢去五金店找，五金店就是那种九九卖场呢、有没有？有的经常有，哎，听得懂吗？九九卖场还是家里五金那种呢、然后去买洗碗巾，就跟老板讲，我买洗碗巾。不要用家里的、啊，那家里的太好太贵了，可以添加一大堆，哦，反而浪费。我们要用便宜的，像这样子，我这个图片这个是然后4公升吧，40块。反正你不要买贵的就对了，有概念了、买便宜的就对了。好、买了之后呢，因为是这样，我跟大家讲几比几没有用，每个不同厂牌的洗碗巾不一样，所以你要自己试。好了，买了之后怎么试？比例。第二个比例，当然要加水嘛，加水从那多少开始？1:1体积，你不要拿秤子了，就拿大列的，拿两个杯子嘛，啊，体积先1:1，1:1很浓，1:1很浓，然后先拉看看，当然要搅均匀了、好不好？搅均匀，搅均匀。小朋友听到，你们回去要帮爸爸妈妈做，你们一起要一起做，搅均匀，搅均匀，拉看看，拉个10次哦，你不要拉一次啊，不好，就没有，要拉。哎，再拉，再弄弄，再拉一下，再拉个大概10次吧，至少。看效果怎么样？记一下，用笔记一下，还好之类的，不太好，我看了很不好之类的。好，再来，慢慢加水，不要加洗碗巾了，慢慢加水，再加半杯水之类的，加，再搅拌搅拌搅拌，再拉看看。通常我的经验是你加到1:6，不必再试了。我的经验了、到1:6就可以不用再试了，已经太稀了。然后就想试试看看哪一个是最好。等你试出来，那个就是你最好的比例，而且是不同厂牌不一样。所以你不要问我几比几，我跟你讲没用。我有一个厂牌是1:4啊，还有一个小，因为我一开始也不知道，后来跟一个老师跟我讲，哎，他的不一比四不好哎，我话哎，我还不喝。啊，这个自己回去试。好，第二工具，工具呢？来，像拉这个大泡泡，对不对？这个应该可以把小朋友装进去的了哈。工具这个，有没有看到打圈圈的？来放大一点，是这个一样的。五金店买捕虫网，捕虫网，哎，一只才40块嘛。它有这么大，也有这么大的，先不要买太大了。它捕虫网有网子，对不对？来，把网子沿着铁圈剪掉，等于说那个铁圈
上面的铁圈留什么？留那个网子就好了，下面都不要留。因为我一开始呢很老实，就把那铁圈我用铁丝啊，因为你拉泡泡，哎，请听一下，拉泡泡，泡泡为什么会变长？吃泡泡水一直补充，泡泡水一直补充，泡泡水一直补充。你光用铁丝，铁丝上面有多少泡泡水？很少啊。对，所以我以前一开始我用棉线啊、哦、绕那个铁丝啊，啊、哦、绕弄一根，绕了半天，绕了花了一两个小时。后来发现哦，我很想偷懒，我不要这样了。哎，我呀，我赶紧买补充网，下面网子剪掉，铁丝上面有没有留一些网子？哎，够了，哦，很方便，非常方便，好不好？这样子，好，那这样子就可以拉了。啊，剩下要注意什么？剩下呢，添加剂，我想如果是老师，他有听过加甘油，对不对？不用的啦，不免啦。除了大太阳底下可能有需要，大太阳底下，然后甘油呢，绝对不要买西药房的，好、哦，化学药品啊，那这个就比较麻烦，你要去打电话去找化学药品哪里有，买一瓶很便宜的，大概100多块吧，我记得，真的有需要才买，要不然不要，没关系，我们在家里用的，不用去管这个甘油，不必，不要再加了，绝对是够 surprise 拉出来效果。小朋友一定都很高兴的，好吗？啊，需要如果真的想加，大太阳底下我的经验就比较需要，就太阳晒的时候，哦，会比较需要加甘油，甘油的量绝对不是多。老实讲，我从来没有去记过比例，甘油啊，我都会先加，比如说50毫升，哦，一大桶的话呢，先加一点点，那试试看，有一点改进好就好了，因为加油过多反而完蛋了。加了多多粉了，反正我说我宁愿加少，或者我干脆不加，好吗？这是拉大泡泡的。另外风大的话，也今天风不会，今天 OK 的，在室外拉是没问题。他说刮比较大风的，不用试了啦。最怕的是风，再来才是太阳。风一吹，蒸汽一蒸发，破掉了，可以吗？好，大概是这样啊。这是大爆发的啊，有印给讲义，里面也有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吧？这是第一个，我讲快一点哈、哦。第二个，可以在家里做隔空调，小朋友仔细看哦。来，小朋友见证奇迹的时候，大鸟蜡烛吹熄掉，对不对？然后呢，点火枪的声音呢？咚，有看到啊、哦？对，哦，要看一次，再看一次，缺席掉。因为那个烟还是可燃物，就这样。白蜡烛，啊，提醒，很简单的提醒就好了。不要用红蜡烛，红蜡烛效果也是有，但是哦，距离好短了。白蜡烛，哦，效果透。然后我会用点火枪，你用火柴吧，不要紧啦。啊，你缺席，一定要让烟笔直上来。你要是开电风扇的烟乱跑，你根本不点不着，点不到。好、哦，不要开电风扇，笔直让它上来，就这样而已。好、哦，回去可以玩，这个很简单。来，瞬间结冰，可以回去买一罐可乐吧。这会怎么样呢？瞬间结冰，为什么叫瞬间结冰？好，来看一下。哦，你们有可能看过的嘛，对不对？哎呀，啊，有做过吗？回家可以做。一开就怎么样，一直结冰下来了，这正常速度，正常，没有快坡，正常速度啊、哦、好像可以了啊。好，我们先把喇叭关掉吧。哎，好，没事。好，这个我给大家讲义上面有没有网址，请点进去看，里面有详细说怎么做，你只需要冰块跟盐巴而已，就这样啊，当然需要可乐的哈，啊，就这样子而已，跟着做，跟着他的，因为跟你浸泡到盐跟冰块里面的温度时间有关系，就这样而已，好、啊，然后训练小朋友一些耐心，为什么？你那要量时间，才有这个效果，啊，不是随便拿出来就可以了，啊，一定要可乐，啊，气，因为可乐颜色比较对比比较漂亮，我喜欢可乐，因为对比。颜色，汽水也可以啊，哦，好嘞，好，啊，这数字魔法就应该有人看过了，就这种东西，啊，我坐下来好了哈。
这个是数字，应该有人看过了吧？88变数字，变92。我很喜欢这个，因为器材也是超简便的。一条鱼，一条鱼变鱼骨头，对不对？这个很多地方都有演示过了啊。为什么呢？好，看一下。因为它只是原来的塑胶袋里面有一张纸卡，塑胶袋上面写92，纸卡写88，放到水里面只看到塑胶袋的全版色。它这个呢，一条鱼也是有两条啦，里面的纸张画的比较复杂啦，啊，塑胶袋的绘画比较简单就对了，它叠起来看呢是一条鱼啊。哦，好，其实这个也是一样情啊。我顺便说明一下，有一些科学实验啊，不必要跟小朋友讲原理。像这个是全满色，哎，听我，你都讲不通了。所以你要看重点要放哪里。有些是可以教科学原理、科学概念，如果是老师的话，你注意一下，可以参考一下。有些你不要去教原理，因为听不懂，那没有用啊。哦，所以很多科学游戏不是说只是教科学知识，我们可以教其他的。那这个可以教什么？创造力。我举个例子，你可以让小朋友会了之后来创意设计啊，这不是我设计的，这是我一个学生设计的。他后来想啊，他画一个西瓜好了，一片西瓜放进去，哇，被吃光了，本来一片变少了，对不对？好，这也是一个，其实这简单就是，都是复杂变简单啊，就是这样。然后纸卡是画复杂的，塑胶袋画简单的，是不是很简单？对啊，原则很简单，剩下就要动脑筋了。来，还有什么可以动脑筋的？所以很多是这样啊。一些我常觉得我们很多什么科学游戏、科学魔术啦，玩一玩，然后就结束了，我就觉得很可惜。这里的教育的价值在哪里？我们应该让小朋友动脑筋。动脑筋，经常我们希望我们大人怎么样呢？想说，要怎么样出什么问题？简单讲，就出什么问题，让小朋友来去做。像这个，你就可以出什么问题？你们动脑筋想一下，你来设计一个。好，不要说88变92吧，因为88变33也可以吧？那很简单呐、啊。啊，也可以像那种什么西瓜一片变不见了，或一杯可乐，本来很多呢，就要被喝光了，一放到水里面就被喝光了。甚至还有一个解题的是什么呢？算术等式的变化。你上面写8+8等于16，放到水里面变一下嘛，但是等式还是要成立，这要动脑筋了吧？对不对？这个要动脑筋，你要怎么设计？甚至你要规定不准用8，因为8最好弄了，8对啊，8最好弄了，8最好弄了，是可以让小朋友动脑筋想一下的，是不是？规定不准用8，然后里面想出一个等式，本来也是成立。放到水里面，数字都变了，但是等式还是成立，对不对？哦，这也是可以大家一个参考哈。这个是看过了，我是我们变色器，这个应该也蛮多人看过了，就用偏光镜了。有做过的小朋友请举手啊！不止小朋友，有做过的请举手，一位好，几位好，对不对？用贴什么东西？对啦，可以交代，然后它颜色就会变了好，来，这个也是啦，我要讲的不是，因为这个不算新奇的，因为很多人都做过了。新奇的是在哪里？设计。来，这个也是学生的作品。我所谓教学相长就这样嘛，你自己想不到，有时候学生会给你 idea， 他设计什么？这样看没有对不对？没有什么东西，明暗明暗的，换一下。出现一个 window， 你们看到一个 window， 然后 window 颜色会变，这个就是创意设计嘛。所以有些是很多人都知道，但是问题是，让学生或让小朋友动脑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要去注意啊。这个塑胶彩虹啊，也是可以做偏光片，偏光片可以用好多，也可以用在像这个放塑胶汤匙，它颜色会变彩虹。这也是很有趣的一样两片偏光片，然后放这个塑胶透明塑胶片就可以了。这个魔幻转呢也是一样的，
好、哦，这不看了吧，因为我网页就有，大家自己上去看。消失的小径也是的。好，天华螺旋桨看一下啊，天华螺旋桨。这个可以控，为什么叫天华螺旋桨？因为我也可以控制它顺时针转、逆时针转。比如一开始我要它怎么转呢？啊，顺时针转，然后刮，它就转了。好了，我要它逆时针转。呀，逆时针转了、啊，很乖哦。好，那这里就是说，后来我把它发展成这样，因为我刚带这个哈、哦，因为不是要挖那个凹槽吗？竹块上面挖凹槽，我、哦、挖了半，挖了累死了。哦，两个小朋友还会受伤。后来想啊，不要这样啦、啊，我就用什么呢？铝线，铝比较软呐、啊，金属的铝，哦，那五金厂买得到啊。用螺丝圈圈，哎，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哦，这样又快，不用这边挖凹槽，哦、啊，大概这样，我网页也有，大家可以上去看。又来了，又要创意了，这个玩什么创意啊？大家现在问，大概可能想不起来，说啊，我们看一下吧，有哪些创意？哎，可以玩这样啊，四层的，哦，前面四个螺旋桨啊，四个螺旋桨。哦，四个螺旋桨可以转啊，也是一样可以控制方向。哦，啊，这就用铝线了。好，啊，这个嘞，还有公转自转，哦，这个、公转，这个嘞自转，对不对？这个可以公转自转。哦，就这样，有公转有自转，看起来很轻轻的刮就好了，嗯。这个都是可以创意的，可以让小朋友去设计。好，以上就是介绍，我挑几个啦，我是大约挑几个来先大家介绍一下可以做的，以及带小朋友可以思考的方向。好，那我们接着来实做吧。啊，小朋友应该大概没解得掉对吧哈？好，首先呢。用来问问题的吧，大家来解决问题。瓶子，好，哎，我把水装多一点吧。然后呢，要个空间。那就可以。哎，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把水倒光光。啊，就倒光光嘛，有什么？对，没什么了。来，倒光光。我们装水啊，把瓶子装水之后呢，等一下请小朋友上来。请小朋友上来干什么呢？就把水倒光光。这什么嘛？这什么好玩呢、啊？但是倒光光，我们要说什么呢？来，你花多久？越快越好。来，没有小朋友，学费你倒。唯一的要求就是，唯一的要求是不要把瓶子弄破好吗？啊、好，来，先想一下你准备怎么倒。那、啊、你随便倒没关系，来，请上来。啊，把水倒进来哈，不要倒到叔叔的脚啊。你鞋子呢？等一下，想好了吗？我说开始才开始，啊，等一下啊，还没开始啊，不要紧张。来，请给小朋友鼓励。啊，我说开始才开始哈，站起来哦，转。开始。加油！加油！很好。耶、yeah, ，七秒。七秒，快鼓励，七秒。哇，今天要是好，好啊。啊，不错啦，至少比我装水时间快。小心哦，你不要得到塞哦。啊，对，不要怕。哎，哎呀。就喜欢小孩子，
我女儿很小心。哎，好来，大家嘞，就等马的。啊，等你哦，三好没？啊，两只手，嘿，你一只手会掉下去。大家嘞，好，开始。你可以用力，怎么样都可以，对。就很恨他把倒挂。哎，六秒。完成此事，我们再最后一位好不好？哦，那举手，好，来请最后一位了哈。你需要垫高的椅子吗？啊，应该不用哈。站到讲台。好，请站上来。来，来，站到这里。想好没？先想，没关系。要怎么荡？随便荡，哎，照你自己的想法。来，荡起来哦。三二，开始。加油。哎，五秒。七六五，进步了。好，谢谢。好吧。我会这样用这个科学技，一定我有。贴薄嘛，对不对？好，是这样，水要出来，空气一定要进去嘛。好，像我们倒这个水桶，会不会说谁倒的比较快？这有什么好玩的？就多泼出去就好了，因为它口很大。啊，这个嘞，那你水要出来，空气要不要进去？要。平常我们倒都啵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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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啵？空气进去，水出来，空气进去，水出来。好，交替的。如果要快，有没有办法同时？空气进去，水出来，同时，不要啵啵啵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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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动越大，可动怎么大？看是吧？啥都不。好，有个方法，台风眼，台风眼，台风眼，有收到不？台风眼中间有没有洞？对不对？风平浪静，台风眼螺旋在旁边转，哎，水能不能在旁边转？空气中间进去。这边有人想试，还有答案。哦，来，好，有答案的可以试，可以，好，欢迎啊，没关系。我试成功了，啊，不管成功失败都是我们大家都要给他鼓励。OK， 来，等一下哈，三，开始，嗯，对哦，四秒，耶，哎，哦，幸好你没有第一个上来，啊，第一个上来就破梗了，哎，用旋转，旋转它就会形成。里面就龙卷了，对不对？雪龙卷嘛，有时候我们称雪龙卷。它中间是像台风眼那样，空气可以进去吧？对，水从旁边下来，所以可以造成水顺畅的啊，空气顺畅进去，水出来，同时进行，哦，不用交替，交替因为比较花时间嘛。啊，做这个呢，其实我本来要拿那个大桶子的，口小小的大桶，后来想，哦，那个太花时间了，我们讲到傍晚了。啊，那这个。几个注意的地方哦，以后如果老师要用在学校，保乐瓶哦，小心你不要去用到曲线瓶了。以前我没注意到拿曲线瓶，哎，小朋友看老师，对哈，曲线瓶血在里面转怎么样？会被干扰啊，懂意思吗？会变成血龙卷，根本无法形成，所以尽量拿远的，拿远远的。它、啊、有一点点，一点点曲线没关系，一点点啊，细微曲线没关系。就那边，可乐那一种哦，我看你不要用，到时候你会吐嘴哦，弄不出来。还有在转的时候，来注意，转个三圈可以了，不必一直转，因为水龙卷停止了，你要不要干扰它？对，你一直转会一直干扰它，所以当它形成了之后呢？你就停了，好，像这样来，好，我示范了啊，哎，好，
你看我转几圈，我大概转了两圈多就好了。一、有没有了？水龙泉。好，两圈多就可以了。不保险你就四圈就好了，别一直转。就这样子。另外，如果是老师在教学，你不要用保特瓶了，因为小朋友很有创意哦。我一次他来，他小朋友怎么样？拿起来。哇，六年级很有力气，他没有破坏啊，又没有坏掉，再吹一下又回来了。所以为什么带玻璃瓶？我就怕别人上来了给我一拿保乐瓶，他就给他枪。啊，对，还有电视的 Discovery 频道，前一两个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在播《魔幻科学》，Discovery 有没有在看？哦，哎，我看哦，《甄嬛传》可以早一点呐、啊。啊，Discovery《魔幻科学》其中一集就在玩这个，不过他的方法是怎么样？他用工具装了水倒过来之后，他水管插进去，吹气，吹气，水管插进去啊，吹气。哦，水管先插着了，然后倒过来，呼，一吹气，那当然快了、啊，那还用说？空气你吹进去的啊，对不对？那玩这个我会规定怎么样，不可以用工具，对不对？要、啊、不然小朋友想到这个也可以啊，又你又没有事先讲，哦，好，这是这个了。接着来，大家要开始做了，做什么呢？啊，哎，啊，我的道具，好像，啊，这也是保乐瓶，要用到大家带来保乐瓶了啊、哦，来，请注意看，这什么东西呢？这有什么好玩的呢？啊、哦。来，我们倒进去。对，倒进去，对不对？好了，那怎么样呢？牙签准备着。哎，等一下，等一下用了。哎，没有水，对不对？有没有流出来？来，有没有东西？没有。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好，没有。瓶子塞住了吗？瓶子有塞住吗？来，我们试验一下啊，瓶子有塞住吗？牙签，把它戳破好不好？牙签去哪里啊？浮上去了，对不对？要不再来一根？一定有东西嘛，对不对？不然怎么可能水不流出来？戳进去。哎。要不要做？要。啊！这个用切片给他礼拜了。这个用表面张力，表面张力。啊，请给我原来的投影片。啊，这个就像先生，我来，谢谢。好，来看一看一下啊。来，这个装置是什么呢？瓶口，一定是瓶口有东西啦，一定的嘛，对不对？什么东西呢？网状，网状。这是我最早的时候，我用那个什么钓鱼线啊，弄半天弄得哦，弄好累。后来我发现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可以用，这个网子。对，这个是家里应该都有吧？洗衣网，洗衣网有没有？我把它剪成小片，洗衣网，洗衣网，哦。嘿，啊，你这个还没啊？对，等下怎么做呢？各位把你们带来的保乐瓶哈，都有带保乐瓶啊，来，把这个在瓶口，哦，看投影片也可以，放在瓶口之后呢，打到热熔枪周围就好了，周围，哎，注意听哦，不然它做不出来，回去不能变魔术了，周围这样粘一下，等于把它粘住了，啊，热熔枪不要太多。因为这个、啊、类似的魔术，你不要让人家看到你的这个网子吧。所以刚刚我在表演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我这个口都对哪里？哎，对，我不会那么傻对你们哈、哦。所以这个贴上去之后呢，热熔胶不要太多，啊、哦，然后贴好之后再来，等它稍微干了，热熔胶干得很快，热熔胶干得很快，啊、
干了之后用剪刀作为修一修，修一修，尽量不要让人家看到破绽嘛。来，最重要的来了，最重要的来了，在捻的时候，拜托不要拉，不要拉，你就来轻轻的放上去就好了。你可以轻轻压，没关系，绝对不要拉。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找很久，因为这个洞如果太大，水会不会流出来？会，一定会啦，因为它表面张力没那么大，到了某个界限之后，水还是会流出来。这个是我找到，差不多已经到极临界点了，再大就会漏水了。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这个不要拉，好，不要拉，然后就是这样粘着，然后剪剪剪，剪完之后然后再洗，哦，对，就这样子。所以制作上不难啊，还蛮快的啦，只是做出来漂亮不漂亮的差别而已。哦，我来这时候还提个考考呢，哦，很难看的也是有。哦，还有家长再帮忙一下，反正第一次嘛，先做出来再讲。做好之后有水桶，对不对？装水后自己玩看看，看你会不会玩的。来，最后一个，注意了哦，你不会的话，等一下啊，你不会的话，等一下你不会，我回去可以讲给同学看啊，对不对？啊，哦，就是刚倒过来的时候，不是要这样吗？注意看哦，我倾斜会怎么样？倾斜，也就是说你这个要保持什么？垂直，因为你倾斜，水面距离平的水面呢，啊，有差，血压变动了，破坏了表面张力的平衡了。所以当你拿的时候，要不要垂直？要垂直。那你说哦，那很麻烦，我怎么知道它有垂直？不必看。你用两个，这两个手指头，轻轻拿着就好了。因为你轻轻拿着，它是不是有重量？重量就直接垂直，可以吗？啊，请不要这样啊！哎，有没有垂直？不自己找麻烦吗？你就两个手指头就好了，好吧？轻轻，也不要用力，就轻轻放着，它就自然垂直，好吗？哎，好吧。啊，那注意事项都讲完了，有问题我们会随时再问吧。哎，刚不是有问题，还有吗？没有了，对，好，那我们来动手做吧。我看十五分钟应该够了哈，大家慢慢做哈。喂喂喂，好，请各位大朋友小朋友稍安勿躁，这个最重要的那个关键元件，好，那个网子，我们会一一发下去，所以好，还有牙签，然后牙签会发，然后牙签我们也会发下去，所以大家就按部就班来，不要紧张哈，每个人可以三支没问题。啊，去丙烯酸钠了，对对对对，加有好对啊。去冰山，我那边很多。它是加物品，可是它是要摇一摇才会结冰，它要摇。嗯，这也可以不用摇，那就等一下。不是，有一些是好的吗？它那个就是肉将鸡做的时候，它没爆那么快。然后他们有一些是比较陡，因为它上面有铁。等一下，等一下。好。来看哪里漏气。看起来是怕说洞被拉到，粘力圈没有用，不是粘力圈，应该不至于这边吧？至于？你粘的已经看起来是不错了。对啊，我也觉得。像爸爸了。真的吗？我就是想说，因为不像爸爸长得那么漂亮，我看跌的好痛啊！你怎么又跌倒了？而且你看，好了，那个都会广播出去。
实验喽，想不想学？想。那可是我也。然后我要特别感谢很多小朋友来当我们的志工，帮我们洗地板。我看大家洗得干不干净，然后朱老师看一下第几组的地板洗得最干净。好，都回到座位了吗？赶快坐好哦，赶快坐好哦。徐老师要教你下一个实验哦。好。我玩过水的啦，我们现在玩天空的吧。好，下个是叫做翻滚纸翼。好，请看这边或看荧幕啊，看荧幕。好，这个翻滚纸翼是什么东西呢？一样的，我们现在看影片吧。这个做出来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看影片。好，翻滚纸翼。好，一直翻滚嘛，对不对？就是要翻滚。它就一直翻滚，会不会掉下去？它不会掉下去。好，它可以一直前进。所谓前进呢，能不能转弯？好，我们快转一下，因为一直没有掉下来。好，准备转弯了。好，影片的主角就是我。好，可以这样，会不会掉下来？哎，这叫翻滚纸翼，就是坐在就像这个样子。好，有没有想要做一个玩看看？这个就用宝丽龙薄片做的，这个没有办法直接买到，这个要自己切，好不好切？好切，好切的，很好切，很好切。好，怎么切呢？来，我教大家。那个我们大朋友呢，回去可以自己做一下。我那个板子呢？放这里，做了像这样切宝丽龙。我们先教怎么样切宝丽龙，好不好？做成像这样。我们看投影片更清楚。好，来这里。哦，为什么会？这里我是要先讲一下，为什么翻滚纸翼不会掉下来？这跟老鹰飞翔有关系吗？应该没有吧。有关系。你们看到老鹰在飞翔的时候，翅膀会不会一直拍？不会吧，都累死了。它们经常就在上空，就怎么样？翅膀没有动，没有动，对不对？对，经常用溜的。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呢？一定空气有什么东西吧，就是上升气流。我就说老鹰就不用拍翅膀就会一直上升，为什么？上升气流。我们这个也是利用上升气流，但是我们要制造上升气流给翻滚纸翼，用这个用板子。好，所以我们看这个荧幕，就是当你往前推，蓝色的就是板子，往前推，空气碰到了，空气往那里走，空气往外运动，往上吧，因为你是斜着呀。你要是板子是直立的，上下都会有啦，对不对？板子是直立，上下都有，但是你就斜一个角度，所以空气就往哪里去？上面。上面啊。哎，这个叫什么啊？上升气流了。那我们翻滚纸翼放在这边的话，它会受到上升气流的影响，然后翻滚，会不会掉下来？不会。好，它原理是这样。那我们接下来看怎么样做咯。如果刚刚做的话，第一个买那个宝丽龙切割器。这宝丽龙切割器已经被我破坏了，因为我买回来的时候它不是要一根那个吗？宝丽龙切割器有没有？我把那个面肉丝拆下来，它这个就当电池的连接器啊。好，当电池连接器。所以是这样，来，面肉丝在哪里？面肉丝，这里，很细一条。然后这板子用美耐板，这美耐板也便宜啊，美耐板。因为表面要干嘛？表面光滑，哦，你不要用这一面，不要用木板的这一面，用这个啊、哦，光滑的。肉丝呢，用螺丝钉。好，我们看一下，啊、哦，面肉丝绑好，你通电之后。就可以这样子切割了，对吗？
就可以切一个薄片啊。问题是多厚，厚度，厚度不是要很薄吗？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就靠这一方，哎，这里螺丝片，我们把它放大，这里绑了什么东西？垫片，有没有？垫片，就是五金店就有了，哎，知道这个垫片吧？哎，然后螺丝就在中间，所以你厚度在哪里？这个垫圈的厚度，你要厚你就买小一点的垫圈嘛，要厚一点，哦，要薄一点就小一点垫圈，要厚一点就大一点的垫圈。OK， 好，那这样呢，绑好之后呢，就通电啦、啊。注意一下，电池要几颗，跟你长度有关了。聂老师，你聂老师呢很贪心，想要长一点呢，弄很长，宽一点啦、啊，电池可能要三四颗更多了。老是懒得动脑筋了。买来了长度好，我就这样长度上去。啊，那原来两颗，那我就两颗，我不必再重新在那边试验了。好，那这样就可以当切割器了。啊，切割器就这样切割。我们很快看一下。好，这样通电了之后啊，就这样推，轻轻的推就好了。哦，不要太快。那有时候会松掉，你螺丝起子把这个转紧一点就可以了，把它转紧啊，就可以推了，这样就可以推出很薄，你看是不是很薄，很薄一片。好，我把它快转，哎，没有哦，好，这个是宝丽龙切割切料会，这个好，回家可以这样做。那我们接着来看怎么样来做翻滚纸艺咯。哎，各位有没有拿到一张奖励？上面有写翻滚纸艺，有看到有拿到吗？哎，空中冲浪先不要做，我们空中冲浪请大家回去做好了。我们今天在这里只做翻滚纸艺，好。来，翻滚纸艺是这样，请大家看荧幕啊，来看荧幕要怎么做，就把刚那一张翻滚纸艺，等于是奖励的左半边，对不对？奖励左半边这一块剪下来，剪下来，我们等一下会发。华润薄片我们切好了啦，啊，我请助理切了一个早上切好了，啊，不然大家在自己这边切可能就太花时间了。好，都有啦，我们等一下会发，等一下再发华润薄片。好，听这边，然后我们把左边那个长方形的图形剪下来，哎，请看荧幕，哎，请看荧幕。剪下来呢，哎，先看这边，这个要不要剪得很整齐？先不用没关系，因为你要放在宝丽龙薄片上面，因为你要的是宝丽龙薄片，它的图形是帮助你剪宝丽龙薄片而已，所以先大略剪下来就好了。然后呢，来用胶带把这个纸片贴在宝丽龙上面，再用另外一片胶带贴这边，把纸片贴在宝丽龙薄片上面，还了解了，然后才开始剪，然后就照着纸张上面的线条，好，这样剪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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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下来，这样可以吗？然后剪就剪出几条啦，两条，对不对？两片的宝丽龙薄片，两条，两条要怎么做呢？记得很简单，把两条的重叠，两条重叠哦，左边右边，好，这样这样，两不是两条吗？重叠，哦，重叠要，这先不要开口，我是为了开口，是为了让大家看出来而已。两条重叠啊、哦，两条重叠，对不对？两条重叠，然后右边剪胶带贴上去，左边也剪胶带贴上去，注意哦，胶带呢？请不要剪太大，太大整个重量会变太重，它很容易掉下去，所以胶带基本上是越少越好，理论上啊，胶带是越少越好，好不好？能够把它两条固定就好，可以了，然后粘好就好了，就完成了，好、哦，一片可以剪两条，一片就是两条了，两片，哦，这样就是一整个了。没有没有，我们只做翻滚纸艺 ，OK。
翻滚直立哦，右边的不要比他，先做左边的，好，左边的就好，左边就好。好了之后，等大家做好，我们再来说怎么样玩，好不好？做好了再来说怎么玩。好，开始做吧。对，纸先剪下来，先剪下来。老师，你刚刚说你要几个垫片都没关系，可是你这不是有会固定的一个那个？我说一个垫片。哦，一个垫片。对了，因为两个垫片太厚了，一个垫片就不够了。好，那你先这样剪下来，然后放上去。好，谢谢。老师，多先剪。对，这样就可以了，先大略就行了，要留边了，然后再贴上去，跟胶布贴上去，然后胶布好，对，先大略就可以，然后放在上面，上面你的口罩要放好弯，正边嘛，对，第二座，然后再来再来一下，好，你等一下，好，然后前后粘起来，才不会跑掉。对，你用胶带把它先粘住哦，你太早剪了啦，你这样会不均匀的，胶带粘住，剪太外面了，对啊，这个还好，这个 OK， 粘住之后才剪，胶带。你这样弄啊，也可以啦。哎呀，我本来是想建议，对，这样比较快。没有，我们这个 kiki 对呀，那 kiki 嘞。对啊，没有我们 kiki。那修看看吧，你就粘上去。然后再尽量再把它修一下，我看妈妈弄好，而且这个帮小朋友剪，哎呀，那小朋友手还不稳呢。哎，对，想再剪，哇，胶带没了。我好为了颜色出来的达标。啊，对，这样对。小一点比较好。来，胶带洗不要太大，哦，太重。OK。拉一下。会转了，好了吗？如果做好可以稍微先这样，轻轻的，不要太大，这样够了，啊，这样变开口，有一点开口笑就对了。好，再来等一下哦，请久，哎，做完了吗？彩美也可以先看一下啊，等一下怎么玩？我先讲怎么玩。
还没做的可以先放下来，来先去看一下。第一个，推这个制造上升气流，所以呢，人们直立了，不行，一定要怎么样？斜斜的，好吧，一定要斜斜这样推，啊。第二个，或有时候都不小心就一推就变这样了。哦，练习啊，这需要稍微练习一下。哦，这样推，好，也不必到这样，不要这样。哦，这样上升气流效果没那么好。我的经验大概像这样。好，再来，放这个，请高一点放，因为它毕竟会掉下来。好，你不要再这么放，一放你马上跟着蹲下去了。哦，那蹲下很累呢。哦，所以这样放，放了之后你就可以推看看了。再来，很重要的场地问题。因为刚刚中午来，我先试一下了，所以我们场地有开空调了，所以我们刚刚中午试的效果不是很好，因为空气流动太激烈了。哦，一般来讲，我先说一下，一般来讲，哎，先不要试，先不要试。一般来讲是在大礼堂做的，空间比较大，然后空气流通比较少，或者说冷气就在上面，不会在下面来干扰。好，哦，好，我们试试看，基本上会像这样，来看一下，我试试看吧。而且这里实在太窄了，因为有时候会跑来跑去的。好，我们看看吧。好，哦，这刚刚是我们这位小弟弟做的，然后对，放了之后呢，你稍微这样让它转，懂意思吗？让它转，好，哦，稍微高，然后来，哦，我要过去喽。啊，这样，然后就推，然后可以空，哦，放下气流，对啊，因为气流一直往那边吹，还是往那边走啊，不行，会摔倒，再一次好了，哦，啊，我往那边走看看，看这里的气流有没有顺一点，哎，那个，已经关掉了，啊，这边关掉了哈。这个可不可以请这个妈妈让一下来？好，看看这边有没有好一点？大家看一下吧。气流不对。好，再一次吧。开左的哈。有时候玩这个，你稍微看一下。像我影片里面，我在哪里做？三楼窗户全关。是不是这样？我窗户要全关，再走廊的话一定要关。好，这样比较对了，气流了，啊，OK， 对不对？这个就比较好了。所以等一下大家玩的话，还是带回去玩好了，不然这里一定会撞来撞去，啊，板子要留下来是，我们一起，啊，我们一个家庭带一个回去好了，啊，一个家庭带一个，不然这个瓦楞板很便宜的。好，文具店都有啊。对，我讲这样哈，来，我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注意一下，它的长度这样，你的瓦楞板呢？哦，宽度好了，要怎么样？这个要比较宽，你要找一个窄窄的，要去推它，那不可能。哦，所以这个一定要宽一点，宁愿宽一点，好吗？这个宁愿宽一点，比它宽。啊，这个文具店都有在卖，很便宜。一个好像在4块5块的，好，好，哎，这个是哪一位？好，我们回去试好了，因为毕竟这里哦，这个场地比较没有办法我。啊，好。那个大朋友小朋友注意坐好，在这边一下就好了。我们刚刚有做过测试哈，我们外面的走廊还不错，所以如果你待会活动结束以后你没有赶时间的话，欢迎你利用我们外面这一条长长的走廊，你可以走很远哦，但是不要到户外去，是让户外就更混乱。 OK， 好，这提供给大家一个小小建议。好，那我再介绍另外一个还没做的，对不对？一样的带回去做，是这样。来，来看这里哦，这看起来更神奇哦。这是空中冲浪，它怎么样子呢？来看这边，
类似的，也是用板子去推动，也是利用上升气流，让它造型比较不一样。哦，比较像飞机啦，有没有？它没有带翻滚的。有时候会转一点弯，你要控制一下，嗯，可以控制，稍微控制方向的。好，我稍微快转到后面，也是可以控制转弯哦。等一下要转弯了。哦，也是可以转弯的。你看窗户有没有关起来？这个的限制就在场地了，不然就是很好玩。好，好，大概是这样。老师，那个飞机也可以用这个。哦，纸飞机没办法。因为这个，你们也许看到，这个还蛮厚的。其实这个比报纸轻了，报纸哦，比同至少以同体，假设以同面积来讲好了，轻了三倍。可是比报纸薄哎，还厚。所以同体体积来讲，我估计至少比报纸轻六倍，至少会。所以这是比报纸轻，所以用那个纸飞机没办法。一般的纸上来说一定不行。好，情况大概是这样。哎，怎么现在？好，刚那个怎么连？怎么连？这个前两天那个接的冲浪。好，冲浪了，来来。啊，好，另外你可以做，如果你已经会做了宝丽龙薄片啊，哇，那就可以更可以做别的造型。我会讲，我会讲啊。那这但是这一种。啊，请听一下吧。这一种会比翻滚直翼困难，因为它要保持什么左右对称平衡，更需要对称的平衡，所以这会比较困难。但是飞起来感觉会更像飞机的，还有可以试试别人对造型，重点都是在什么左右一定要对称平衡。好，那我们那个纸片你怎么做呢？是这样啊，我讲一下，那大家可以回去做。图形提供了，哎，我网页也有，我的网页也有，可以下载图形，那就剪下来，不是两片吗？啊，对啊，就把它对着就对了，可以吗？哎，就对着就可以，就 OK 了。这个注意的是要调整，翻滚直翼比较不需要调整，这个要调整什么呢？来注意看一下胶带嘛，有没有胶带？也就是这个胶带稍微长一点点。怎么调整的？请注意看这个图。当你做好之后，我没有做。来，是要先推一下。你放的时候，跟翻滚直翼一样，翻滚直翼不是要稍微这样吗？让它滚。这个轻轻推一下，不然你放的太轻，它会慢下来嘛。它没有往前的力，所以你要稍微轻轻推一下，然后看它怎么飞。如果是这样慢慢掉下来，哦，这个好，这个好，慢慢慢慢的，代表很对称。如果是这样。就是有点头往直接栽了，你看呢，太重了，这样不好。太重就要干嘛？剪胶带，对吧？剪胶带。我看不是说稍微长一点吗？没关系，一开始稍微长一点，稍微多一点没关系。然后会这样直接栽了皮，那就剪掉一些。如果像这样的，这一定是什么啦？会这样，太轻了，哦，那怎么办？再加再贴一点胶带，可以吗？好，这是可以这样子去做调整。好，哎，目前这对这个还没有问题啊，这翻滚直翼跟空中冲浪的。好，那大家可以带回去自己再试验了哈。好，因为还有时间，好，还没结束，因为还有时间，我来再来介绍大家来玩另外一个。哎，我这个电脑怎么，萤幕怎么是，哎 ，control， 怎么是 control 方形那个？哦，对，好，可以，好。哎，怎么又都回去了？因为我会那边比较看不清楚。哎，同学，
因为我是要按那个按不到。这个你现在这个就 OK 了。对，对，我都要回到我的 PowerPoint。最好是按哪一个键？我没有按呢、啊，后来他吃好。好。哎，接着来跟大家介绍一个最后一个吧，啊。这个科博馆有这样一个摊位，有看过吗？科博馆有没有去玩过？有，会怎么样？这个滚动的时候，钢琴的啊，不，吉他的弦啊，会在这边产生什么波纹？残破。事实上，那个波纹是这个弦的波动吗？不是它真的波动哦，不要被骗了，它视觉断掉。好，那原理我们先放着，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后来看这个，我就在想，哎，看起来蛮好玩的、啊。可那个好难做，还有吉他，还有大滚筒。后来发现也可以用这么简单的方式来做。好，等一下我们来玩一玩，来看一下怎么玩呢？来看这边。等一下我们要发下去橡皮筋，因为这上面有个什么东西，松紧带，就橡皮筋呐、啊。好，那、啊、下面有一片什么黑白条纹。等一下拉完的时候，你大家移动这个黑白条纹这个卡片，这个纸片，左右移动，左右移动，哎，就会发生什么事呢？来看一下吧。我们来看一下影片，会发生什么事？不是这样子吗？左右移动了，然后让这个震动，你就拨一下震动。有看到什么吗？有没有看到波纹？这波纹怎么来的？人家有人说啊，这个波纹就是这个弦的波动。哎，不对不对不对。哦，它视觉暂留，视觉暂留留下来的痕迹啊。它当然跟波这个震动快慢会有关系。好，所以等一下啊，我们来玩一下这个吧。啊、哦，我们也自己弄一个。我们上面这一条，哎，听一下，我们上面这一条用什么来当松紧带？我们会发橡皮筋，好，我们把橡皮筋来听这边剪断，就一条啦，但是要黑色的才行，所以我们需要哦，好，谢谢，剪断就一条，对不对？但是要黑的，所以没有也会有签字笔，把一面涂黑，好不好？一面就可以了，同一面，同一面啊呢。好，你不一定说这里这里全部都把它涂黑，可以不用，就把一个朝上的涂黑就好了，可以吗？你有时间你要全部涂黑可以了，啊，好，就涂黑就对了。然后会再发那个纸片啊，纸片这边搁这个啊，哎，我有了，对，嗯，纸片对不对？怎么玩？要两个人一起玩，一个人做什么？一个人拉着，另外一个人呢？哎，对，我们来示范一下。我拉，要立体桌面大概三四五公分吧。然后我好了，你可以波动，对，然后来一回，这样对吗？好，等于说你都要看着一起看，你就拉着橡皮筋，好不好？拉着橡，另外一个人就赢。来，还没开始，没开始。我还想怎么玩呢、啊？还有哎，很多这个学问就大了啊！我整个寒假都来玩这个，我寒假才想出来的。可以怎么玩？就是放松的，不拉对不对？再紧一点看看，再紧一点看看，看看有什么差别？还有，双紧看完还可以看什么？这个不要动，固定，改变什么？慢慢移动跟快快移动，看到的波形差多少，有差别吗？好、哦，结束了吗？还没啊？会玩很多？哎，两个人，第二条橡皮筋，
所以要几个人啊？三个人。面台。橡皮筋总计两条，所以你们隔壁的放两条嘛。一松一紧，然后纸卡移动，这样了解吗？哎，他们的变化很多，然后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原因我先不讲，你们先动脑筋想想看，先玩一玩。好，好，很快复习一下。好了，你先忍不住要动手了啊！啊，动手好了，开始吧。我忘掉，我再下去提醒大家。哎，下面可以了，只是很明显度会有点差。对啊，要看起来。没有，只有翻大的。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还没有的。有土黑的还比较清楚，对，土黑的，没有两个，土黑的。这个感觉比较大吗？还是要土黑比较清楚啊？你看，没有土黑还是有差，是有啊，但是，哎，哦，这条纹就很大，对，对，好清楚。快的话波比较长的，这个我现在比较慢慢的。哎，慢慢的呢？注意啊，注意啊，注意！好，都做出来了。好，那原理知道吗？为什么涂黑比较清楚？是这样，你看到的是中间白色条纹的影像。你黑是涂黑的话，涂黑背景是黑，是没看到。对，背景白是黑的，当然看到了。好，如果我们纸卡都不移动，我们看到纸卡都不要动哦。什么情况？橡皮筋震动，黑色黑看到黑色条纹会怎么样？就是上下来回动嘛，上下来回动吧。好了，你纸卡一移动呢，纸卡一移动，它就变成哎，我这里有的图形可以看一下。哎，可以回到我的好，给你在这里。好，好，小朋友没兴趣也没关系了。好，大人、大朋友啊，看到要懂啊，大朋友回去教小朋友。磁卡移动啊，磁卡 A 移动到 B， 移动到 C， 移动到 D。假设啊，磁卡这磁卡移动，移动，移动，移动。那你橡皮筋不是在震动吗？从上面震动到下面，移动的时候，哎，假设在这边，你看到哪里？我用蓝色、粉红色来代表，看到这里。你移动到这里，它也在移动啊，橡皮筋在震动啊，移动到这里，再移动到这里，对吧？因为橡皮筋在震动下来，它磁卡往右移动，哦，假设这样，所以你看到，事实上连续动作变怎么样？不是像这样吗？连续动作就变这样，哦，原理就这样。所以视觉暂留、感觉波及、视觉暂留造成的，哦，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看到的就是橡皮筋的频率，就你看到哦的频率波形啊，有频率嘛？那频率是振动频率吗？哦 ，no， 两回事，两回事，好不好？是两回事哦，不要被骗了，哦。啊，原理我里面也都有说明了。我刚刚贴到我网页这个，哦，所以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这个活动，我临时才想到要带这个 ，OK， 好，那还有什么疑问也可以欢迎各位上网页去详细看，啊，哦，好，那我们今天我就到这里，我带大家的活动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贴纸哦，大家可以把这个贴纸贴上去，然后有我们的网址。
所以如果不管你记不记得今天的活动内容，你只要有我们网址贴在你今天不管是做的是保特瓶啊，还是你的这个翻滚纸艺的，你忘记了去看一看就可以找到我们，找到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许安老师的所有的资料，好吗？那今天的活动哦，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问过一些小朋友，一些小朋友是在父母的期望下来参加的。我刚刚又回去问了一下，哎，每个都觉得还蛮好玩的，然后都跟朱老师说他下次还要再来，还蛮令人感动的嘛。一开始，讲白话一点，一开始被爸爸妈妈逼来的，然后来玩了以后，哎，好像很不错，还蛮好玩的嘛，哈。好，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有两件事情要完成，完成之后，你们就可以到外面去测试一下，设计我哈，测试一下你刚刚做这个作品飞起来效果到底怎样。但是一定要帮朱老师把这两件事做完，才可以出去玩。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待会要感谢我们许阳龙许教授的时候，你们要帮我鼓掌。好，第二件事情，我们会发我们的问卷回馈单下去。然后上次已经跟大家讲过了，这个入场券是不是很难抽？有一种方法可以不用抽签，就是你很用心的、很有诚意的帮我们填写我们的问卷。每一场活动我们会抽出一组家庭来，免费给予之后的假日科学广场一张 VIP 券，不用抽签就可以直接选场次来参加。好，请大家尽量用心帮我们填写。一件那我们现在玩，有诚意的，诚意就比较重要哈。那现在我们来完成第一件事情，颁发感谢状，谢谢。谢谢。喂，大家非常捧场啊，因为刚我们那个摄影姐姐有点陪到哦，然后大家的掌声就一直继续鼓掌，一直继续鼓掌。哇，真是太有诚意了。那接下来就要完成第二件事情咯，问卷写完之后，然后接下来的场地，如果你刚刚还没有做完，我们场地会留在这边，可以继续在那边做。然后如果你已经做完了，东西收好，就可以去外面的走廊，然后来测试你刚刚做的那个旋转的纸飞机，旋转的飞机效果到底怎么样。好，那今天朱老师就先谢谢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也希望以后每个礼拜六下午都有机会见到大家。